彰化县政府为了配合观光事业的发展，特在原来的八卦山风景区上增建了一座大佛像。大佛像坐落在山顶上，高七丈二尺，宏伟庄严。大佛像的内部雕塑着释迦牟尼的传记，从这些惟妙惟肖、栩栩如生的作品里，表现出佛祖由降生、出家而成真果的经过。佛教自唐朝传入我国之后，成为民间最普遍的宗教，对于我国的建筑、美术、文学、思想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由于雕塑的释迦牟尼传记糅合了宗教与艺术，不仅经常有善男信女前来膜拜，同时也吸引了大群的游客。大佛旁边设备有巨型的望远镜，人们可以在这里欣赏到彰化的全景。另外还有鼓炮两尊和九龙喷水池供游人玩乐，可以说是一个理想的观光胜地。